手表一直哒哒响，滴哒哒响。时间还有一分半，小心背叛。直升机的螺旋桨，靠近的声响。手表一直哒哒响，滴哒哒响。子弹没了一大半，小心死亡。撤退的一刹那，背后的那一枪，人心的猖狂。欢迎收看尼亚斯的游戏实况，我是尼亚斯。今天我们要实况的是汤姆克兰西全境封锁。然后今天有点急啊，因为在29分钟之后，这个汤姆克兰西就要进行更新了。今天是4月12号啊，大概等一下，我的耳机好像跳出来了，等一下啊。今天是4月12号下午2点半，然后他们国外那边准备要今天4月12号要更新了，看看会不会伺服器更稳定一点。那我们今天呢，现在已经16等了嘛，那我们先去解这个这边这个，看一下啊，16等的任务。不过我先到这个地方来，这样会比较近一点，这样比较快一点。我们只有29分钟可以打，哦，好赶哦。不过没有关系，这正好可以让我等一下29分钟，就是可以维持在30分钟左右的影片，就不用到40分钟、50分钟了，有没有？之前都是录到40-50分钟，那是因为我都跳等打那个任务啊，9等打10等的，10等打11等的，这样以此类推哦。我真心建议大家，如果买这款游戏啊，就是你不要跳等打任务，你跳等打任务会很糟糕，不是很糟糕，会很惨。所以我是建议，这个我还没有读。那个一些支线任务、遭遇任务读一下，读完了 ，OK， 走吧。我们先，我要先往，我看一下哦，任务地点是在这里嘛，对吧？算了，我先前往这个地方好了，先往那个重生点去。像下次，万一这一次我们没有打赢那个任务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传送到重生点那边，就不用再跑一趟。来吧，来吧。然后我私底下有就是再稍微弄一下我的装备，有做了一个防弹衣啦，更高等的。然后其他也有稍微换过了，有一些有换过啦，有一些没有。对，大概就是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有用那个设计图来做一个防弹衣这样。那衣服我也有稍微换过了啦，就是那个装饰的衣服，时装的部分，想说换一个新风格这样，不过应该差不多啦，外套颜色差不多，形式也差不多，所以其实差没多少。Echo available for playback nearby。哦，不要理那个 Echo 啦，因为我觉得那个其实，什么东西？裤子。其实我觉得那个东西没有很重要，其实有啦，是有一点点小线索啦，那个以后再去收集好了，以后有空再去收集。哇，等一下，敌人，杀一下好了。OK， 死了。啊，前面还有，还有吗？死了。我觉得我枪法有变准一点点呢，虽然没有准到很多啦，很夸张的样子，但是至少要准一点。我也很差了。这边是5等到9等的区域哎。哦，没有，9等到12等。那还好，我现在已经16等了，不怕了。不然哦，之前好像15等闯16等的区域啊，那个一只怪打我个5-6枪，我就差不多快死了。啊，这个汤姆克兰西你不能把它当纯枪战来玩，你枪法就算再好，你就算躲得再强，遇到那个比你高等的敌人啊，你还是打不过他，所以你等级一定要跟他相当才有办法对抗。这样一个威胁哪里啊，没有看到啊，算了，不重要，应该快到了，我们还有25分钟可以跑。不知道跑不跑得到哎，希望是可以啦。这里是暗区附近，熨斗区，新区域是不是？15到16等区域，好像有点危险哦。扫描一下，没有敌人，那就好。
然后地图上左上角那个有黄色的下去的符号，那个是下水道啦，你可以下去下水道，里面也有可能会有敌人。有敌人吗？你们听到有敌人的声音？哦，没有，那个 NPC 一般 NPC 的声音。Same side， 你别疯傻，我听得到。变更啊，拯救人质任务。然后我好像没体力了，跑不起来了。拯救人质任务，不要好了，不要，我觉得不要啦。我们现在那么急，紧急，不要什么拯救人质，我们要先去那个重生点，藏安全地区。这是首要目标，这里吗？是这里吧？哦，有安全藏身处，有了。Oh my god，yes。来，我们来补一下子弹。子弹在哪里？哎，子弹箱呢？哎，这里没有子弹箱是不是？楼上吗？啊？这里的子弹箱在哪里？啊，这个是那个地图板，可以看任务啊。子弹箱哎，你不要告诉我子弹箱放在顶楼哦。哎，没有啊，子弹箱不在这里，那子弹箱在哪里？我补一点子弹不行吗？怎么每个人都跑上来又跑下去了？我要子弹箱，是我眼馋吗？哪里有子弹箱？来，我慢慢走啊啊！子弹箱在那里啦。哦，脚踏车呢，我好想骑一下。装备商人不理他啦。好了，我们现在要去解那个主线任务了，就这里16等。We're picking up the signal from a first wave agents transponder located in the main building of the New York Police Academy. Anytime a shade tech signal pops up, we check it out. And if the agent attached to it is still alive, that'll be a nice bonus. Of course, odds are the agent's dead. But anything you can learn about how that tech got there and what happened to the agent wearing it gets us that much closer to understanding what went wrong. 总之，反正就是说。那个末日刚来的时候啊，有第一波的特工，第一批特工跑去那个，这是敌人吗？好，是。我试用一下我的消音器手枪好了。哎，好吧，连线又出问题了。你看，我现在开不了枪了，连线又出问题了。哇，是怎样？岛 A 钢弹，岛上帝，是吗？上帝之视岛，岛着的。没有，我先重新看一下他这视窗，看看他会不会连线正常。因为我私底下玩的时候重开视窗，那就正常。哎，不行啊，一样不行啊。现在也不能开枪，算了，不管他了。我先赶到任务地区好了。连要更新之前你也在延迟，这不知道到底是延迟还是又断线了。哦，拜托让我好好进行这一场吧。啊，连线又不稳了，我就知道。这没办法，这不是我电脑问题，这也不是我连线问题，这纯粹是他伺服器太不稳定了。我已经有上网去上巴哈姆特去爬过文了啊，16等到18等。我已经去爬过文了，你知道那些哦哪里啊哦哦，好痛哦！等一下，啊，死了！哎，他一路跟着我，补血，有补到吗？有。哦，天哪！不要，我不要变成那个。那个，我去巴哈姆特爬文的时候啊，你知道那个巴友都说什么吗？他们说那个全境封锁的伺服器是马铃薯伺服器。至于为什么叫马铃薯，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意思是很慢的意思吧，就是很烂的样子。OK， 所以啊，大家都公认这个游戏的伺服器超级不稳定。然后我发现超多玩家都有那个断线问题，就是。玩一玩就有敌人不动，或是你杀不死敌人、打不伤敌人的那个情形发生。无形地点。啊，
这就是几呜、哦，等一下啦！OK， 准备进去了，还有一人，啊、还有，哦，这个是精英敌人哎，他有对到我吗？没有，出来吧，出来啊！有了，死了，剩一只。我拿这狙瞄准好了，哪里啊？哎、欸，喂、欸、喂、欸，你怎么是跑到这里来？吓死人！死了，解决。OK， 然后嘞，还有19分钟哦，杀掉领袖。呜、哦，对不起。他好像很强，我要小心一点。啊、你在干嘛啦？你不是要下来吗？你是要下来，是要上去啊？哦哦哦哦哦哦哦！此地不宜久留。这个人打人超级痛。丢一下手榴弹。我选一下手榴弹，催泪手榴弹，就这里好了。反正他要过来了，有了催泪手榴弹会让他看不太清楚，然后他要准备死了。耶、yeah, ，我赢了！哎、欸。哎，这是遭遇任务啊！哎，你骗我，我要解的是主线任务，结果你我被骗了。我以为我已经到主线任务了，然后他直接叫我进去，我连 F 都没有按哎。一般来讲，我遇到这种支线任务啊，他会跟我讲说是否要截取，然后按叫我按 F， 我连 F 都没有按，他就主动让叫我要进去了，这什么鬼呀、啊？哦，害我浪费一点时间在解这个东西。剩17分钟了，这个解得完吗？主线？那我顺便看一下这附近有没有，啊、有安全。我要不要先去安全藏身处啊？警察学校？算了算了，哎、欸啊，算了，直接硬着头皮解了啦。我私底下再去，那个这个区域的那个就是这个东西安全藏身处太远了。现在只剩16分钟了，快速解一解这个任务吧，解得了的话。什么一下？我们现在狙击枪子弹只剩20几发了，所以只能拿步枪了。有监视器耶，看一下，有敌人吗？好，没有。调查，有血迹耶，这什么？手表，特工手表。啊！敌人要来了！他发现我了吗？哎、欸，哎、欸，这是军人吗？哎、欸，这好像是军人哎、欸！哎、欸，这好像是军人哎、欸！等等，我换一下手榴弹。没有破片的。OK， 解决。狙击枪还是只有20几发子弹啊！幸存者军队，幸存者军队，这些是哪里来的、啊？算了，直接前进了，不管他了，上楼吧。听说这个任务好像在巴哈姆特版有人在教怎么刷武器之类的、哦，反正没有差了。我们现在主要是我玩这个游戏，主要是想知道主线
是在演什么啦。然后嘞，哎，来了，到了，这边有哇，好多敌人，等一下。感觉好像真的在打军队啊！哎，不会吧，大哥，不会吧？他已经当掉了，不，他又连线不稳了。你看我现在没法开枪，哎，我可以嘞，让他不会受伤。来，我们再跳一下四窗，然后我再把他拉回来，看一下正常了没。大哥，你不要在这个时候连线不稳啊，好不好？我拜托你。你看哦，他看好了，他现在人在这里，然后我等下跑去别的地方，他马上旁边就会生好多人，然后我马上就会怎么样？马上就会血就只剩一点点了，这样超奇怪的。这游戏就是这样，他这个马铃薯伺服器就是这个样子。你看，我可以超越他们。然后他们都不会攻击我啊！等一下，一晃神有没有？我一离开这里，他们就全部跟在我后面，然后我就差不多快死了这样。我们来测试啊！哎，我现在往上跑，相不相信？等一下他们就会出现在我后面，相不相信？哎，是什么？哎，往哪里走啊？啊，是干嘛？他叫我又往这边，又往这边啊？哦，要往楼上是不是？啊，我从这边走看看，换一下步枪好了。叫什么走啊？完全不知道路哎、欸。电梯可以上去吗？不行。这里没路啊。你看整个荡掉了啊，这里啦。电梯吗？哎、欸，也不是啊。让我找一下啊。我找不太到路。这个啊，然后翻过去不行。哎、欸，整个荡掉了喂！汤姆克兰西全境封锁不是这样的吧？不要光画质好，玩法好玩呢、欸，就是连线品质这么差，那连玩都玩不到了，哪里好玩？对不对？不要这样吧。你看他会出血，但是，哎、欸，他血量不见了，又出现了。我不懂现在这里在干嘛，我完全不懂啊。完全不懂，他连线还是一样，然后可是左下角那个倒数时间还是在倒数，不给玩家玩，然后就开始倒数，这样说要更新了，要关闭了，这样。天哪！所以这个要怎么上去？我猜应该是要坐电梯，对不对？可是因为他整个连线断线了，所以不是连线断线了，是整个网络不稳了。伺服器网络不稳了，所以就导致说什么都不能开，连电梯都不能按。明明这边可以按电梯的，应该是可以按的、啊，可是他不让你按，这样，对啊，那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游戏公司他把汤姆克兰西做成要连单人剧情也要连线的部分，这个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他们伺服器不稳定啊。如果连单人都要就是连线的话，那万一。我们玩单人，你们伺服器只要不稳定，我就不能玩啊，那是不是很惨？那万一你伺服器不稳定的，只有开多人需要连线的话，其实这也不难。其实只要我只要把万一多人不能玩嘛，我就玩单人就好了，至少有单人可以玩，随时都可以玩。那这个不是啊，这个是只要他伺服器一不稳，我单人、双人、当然多人都不能玩啊，就是这么惨啊！丢个手弹哥。我丢手榴弹，他还不会爆呢。多丢几个。反正他断了嘛，他连线又不稳。哎，这要怎么办啦、啊？我也没有办法、啊，他就这样啦、啊，我没有办法了。这个看更新后会不会更稳定一点啊？我看他录几分钟了，录19分钟，快满20分钟，算还 OK 啦。当然，这不是我能解决的问题了，这已经不是我能解决的问题了，懂吗？
如果你们进来看了，哎，发现怎么没玩几下就没了，这样太短了，这也不能怪我啊，你要去怪这个游戏公司啊。你看我像现在我按左键也不能开箱，然后这个敌人好像要看不看看不太到我的样子，有没有？我在他前面他也不会对我怎么样，这已经是伺服器的连线品质问题了。这个就算我网速再快也没有用啊，我网速是100 Mbps 啊，对啊，这个已经算很快的，100 Mbps 已经算很稳定了，很快了，除非中华电信有问题啦，不过不太可能，因为大家都说这个伺服器，这游戏的伺服器连线很不稳，所以只能这样啦、啊。今天的这个汤姆克兰西就到这里结束吧，我们来跟这个，我看一下、哦、哪一个比较帅啊？这看起来还好，而且哎，他是拿卡宾枪哎，那、啊、这个你拿什么枪？一样卡宾，哇，你们配备那么好，全部拿卡宾，而且还穿军装哎，你们军装是哪来的、啊？好酷哦！来，我们跟这边这个黑人一起做个结束吧。我哇的，你看，我就说吧。哎，我准备要做结束了，你才来开始连线稳定，会不会太夸张啊？算了，我想办法把这个解一解吧。OK， 还有吗？还有哪里吗？没了吧？补一下血，我看能在八分钟以内把它解完。讲了这么多，那终于让我玩了，天哪！喂，在干嘛？哦。耶、yeah, 嘿嘿，子弹 ，OK， 好，狙击枪子弹也拿了，快，还有吗？哦，还有两只，喂，死了，哦，呜、哦。OK， 狙击枪近战也可以用啊，还有一只。OK， 解决了吧 ？OK， 完成。哎，好像还有一只的样子，哎，好像在这附近。算了，我拿个子弹就走了啦，不要管多余的那一只好了。还是在楼上啊？我有拿到吗？我有拿到吗？这是，好吧，好像连线又不稳定了。好吧，算了，我看能不能再搭电梯啦。欸，可以耶，连线稳定的嘛。好，等吧。啊，感谢上天在最后几分钟让我继续玩，不过我觉得应该打不过啦，剩下四分钟还五分钟而已吧。剩下七分钟，我们要速速解决这个关卡。还跑。跑什么跑？一次解决！我跟你讲，调查警察学校。我先追这个。哪里？哪一边会先出来？哎、欸，哪里啊？你从我旁边跑出来。OK， 解决。还有吗？啊，补一下血。冲太猛了。这里吗？啊，哪里啊？哎，还有敌人！哇、哦！啊，我拿缩枪了。我原本要拿步枪的说。没子弹。幸存者军队。然后扫描一下，还有三只。哎，好像有 boss。等一下，哎，补错地方了，完蛋了。有丢到吗？没有。好，有散弹枪。然后绕圈圈。哦，好痛。你要出来了吗？有了，赢了，蓝装。
赶快拿，赶快拿，能拿的赶快拿。好，然后往这边嘛，我一些东西就直接略过它了啦，不要再拿了。啊，那边还有一个箱子，我拿拿看好了，剩五分钟而已。啊，该拿的拿一拿。啊，这边应该有一些什么东西，汽水啊、哦，好 ，OK， 好，走吧，继续吧，快速解一解了。哎，啊，底下，补一下血。哎，有补到吗？啊、哦，有，好。Heads up, agent. You've got an echo in your. 附近有 echo。好啊，哪里啊？哎、啊，这里好像有个东西呢。啊，算了，不重要。走了，走了，走了。哦，篮球场是不是？应该有 boss 了。四分钟之内打得完吗？快快快快快快！启动。OK， 我看一下。不知名的国土战略特工。You're back talking to the guy with the gun. I'd say you're the crazy one. Me, I'm feeling real sane about things. 所以是有特工叛变。I'll be right over. 所以是有特工叛变。This can't be right. The videos showing division agents going rogue, killing each other. That's not. No. Just no.Okay, let's just focus on the job. It looks like the shade tech used to create that echo has been hacked. I can't get a read on the agent's identity. If there's a security room near you, we might have a shot at IDing them. If I can upload the surveillance footage and they didn't wipe it. Okay, 所以我现在要去找那个什么东西啊，监视器啦，调阅监视器系统，来知道它长什么样子。Downloading archive security data.然后嘞，现在嘞，现在干嘛？有敌人了，有敌人要进来了。哎，他没有进来啊。那所以我现在要去哪里？这下载完了吗？好的，来了。等他们要来了。他进来了吗 ？I'm reading first wave agents near you, but they're not responding to my hails. I don't like it. 他们要进来啊！来了来了。手榴弹准备好。Dead， 耶！蛮顺利的嘛。步枪，敌人扫描。Upload complete。嘿，死了，还有吗？还有啊！啊，楼上也有，楼上也有。狙击手，狙击手，有炸弹吗？没有，死了。还有吗？啊，我要拿一下子弹，还剩两分钟。啊，算了算了，子弹不拿了，子弹不拿了。然后嘞，然后嘞，我已经到了，然后嘞，现在干嘛？哦，敌 boss 来了 ，boss 来了！啊，我要在一分钟内解决他！来来来，等一下，我快死了！补血补血补血！等一下等一下，我觉得我要死定了！等一下，有人来了！你要死了没？不、哦！好吧，解不了这个任务，解不了，除非他重生在刚刚那个地方，我还有机会。哦，一分多钟呢，加油加油加油，尼亚斯你可以的，拜托拜托。Sharp, you're not alone anymore. Okay, okay, 来来来 ，begin upload。我看一下哦，破片手榴弹好了。来吧来吧来吧，快点快点，只剩59秒了。我直接躲在这里面好了，比较安全一点。OK， 剩27秒了。
My God！ 哎，好，太棒了！好啦，那我们这一集的汤姆克兰西全境封锁就到这里结束啦。对，那个就是还要更新了。对，这个下一集再重打这一关吧，我没办法了，差一点点啊，就只差那个 boss 没打到。对啊，那中间要是没有那个连线不稳啊，其实应该时间是够的，但是这个马铃薯伺服器我也就不多说了。对啊。好啦，那我们这一集的实况就差不多到这里咯。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个喜欢是订阅。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欢迎到世联圈内的粉丝按个赞，或是看其他站的有趣实况哦。我发现我这一集啊，因为赶时间，所以好像技巧变强了，有没有？是错觉还是实力？不知道。好啦，那我们下一集的实况再见咯，大家拜拜。天空突然下起雨，我奔跑跌倒，就像电视偶像剧。失败，我没有勇气，转身离去，但是我没有思绪。突然一个声音把我偷偷敲醒，快点醒来，梦想继续。我爱你，谢谢你把我痛苦带离去，你就是我救星，不可以再离去。天空下雨，我有你挡雨，轻声细语，我有你相信永不分离，你就是最亮那颗星，永远不离去。天空突然下起雨，我奔跑跌倒，就像电视偶像剧。失败，我没有勇气，转身离去，但是我没有思绪。突然一个声音把我偷偷敲醒，快点醒来，梦想继续。我爱你，谢谢你把我痛苦带离去，你就是我救星，不可以再离去。天空下雨，我有你挡雨，轻声细语，我有你相信永不分离，你就是最亮那颗星。我爱你，谢谢你把我痛苦带离去，你就是我救星，不可以再离去。天空下雨，我有你挡雨，轻声细语，我有你相信永不分离，你就是最亮那颗星。我爱你，谢谢你把我痛苦带离去，你就是我救星，不可以再离去。天空下雨，我有你挡雨，轻声细语，我有你相信永不分离，你就是最亮那颗星，我的内心。